喂，喂，陈小姐，呢度管理处打嚟啊，你屋企渗水啊，唔系啩？搞到走廊水浸，电梯都坏埋，你快啲翻嚟睇睇啦。Oh no！ Oh no！ Problem 啦，你唔记得你之前已买咗呢份全方位嘅周全家居综合险咩？家居财物因意外，例如台风、火灾、爆炸、爆窃或者其他意外导致嘅损失或者损毁，系有高达港币120万保障噶。每年7至10月台风或暴雨引致嘅窗户意外损失或损毁，更可有高达港币20000蚊窗户保障。搞掂屋入面情况啫，但大厦公用地方条数点计啊？你又唔记得咗啦？咪话咗周全家居综合险系全方位噶咯。嗱，你系业主，如果要为物业嘅公用地方因大厦业主立案法团、物业管理公司及或者业主疏忽而承担法律责任，周全家居综合险都系有高达港币1000万保障。咁都放心啲，仲有啊？仲有三种保障计划俾你拣，无论系家用保障、全球个人物品，亦或是楼宇保障，都是周全家居综合险的自选保障项目，可以按你需要自己拣。满唔满意先？满意啊！话时话，点解你会上咗嚟嘅？头先我睇天气报告话就嚟打风，就系、是、知你大头黑，所以咪上嚟睇你点咯。点知道？好彩有你咋？系好彩你有买周全家居综合险至啱。除了刚才那些保障之外，这份保险也有24小时家居支援热线，还提供免费转介服务，上至家居电工水管维修，下至24小时紧急开锁，临时家用转介，家里发生意外都不用那么害怕。其实我已经约师傅上来查多次了。嗯？这么窝心的？那我要立刻打给妈咪和朋友，让他们不用担心先。啊，你的闺蜜刚刚买了楼，又在中銀香港做了按揭，投保周全家居综合险，可专享免首6个月保费或首年保费半价优惠的。这么划算？记住叫他下载这个 APP， 现在中銀香港按揭客户可以透过网上投保，让他们都可以同你一样安心。总之家里以后有什么事，我和周全家居综合险一样都会在你身边。几时有说过这里是你家先？仲唔快啲登入中銀香港手機銀行，了解更多詳情。